胖了一点，现在最好，最好了，最好了，不要再瘦了。嗯，我的步骤应该是操作对了。那你拍的真好看。嗯，作为一个文学作品来讲，它有一些文学性的东西或者描写性的东西都是成立的，但是如果把它实实在在变成影视剧里的情节，它实际上非常容易保留不住这种小说给人独特的质感。点燃我，温暖你，它是又要有那么点偶像感，但是又要有点接地气的现实感。我一直觉得像这种拍年轻人现代剧，它就是个时代剧，就是你要去反映现实的状态。这个剧的设定是2012到2019，所以光影上我会做了一些变化，我希望呈现出一种胶片感。我们的拍摄是根据人物的造型设计在做我们的阶段式的拍摄，细思极恐，细到它不同阶段的肤色肤质都是不一样的。在校园的部分，我们尽量是以镜头感比较多元化，更青春一些，在光影上也会比较明亮一些。然后到了2019年它出狱之后，我们更加追求一些构图感，让它更稳一些。包括在季节上我们也会分，到了2019年的时候寒冬的感觉，这样更加重一些人物的命运感。像点燃我，温暖你，我选择的方式是在生活里找美感。他们穿的衣服、服装，还有做学生的衣服，包括场景，都是贴近生活的。因为校园里面有人物的来来去去，这个人走过来穿过这样子的衣服，他下一个场景他不会再穿这样子，我觉得在细节上会让你感觉他就是在你身边，或者你自己生活的方式。因为在小说里面，他有校园都市里面的创业，不同的生活场景，他们都是呼应你寻情感成长和青春蜕变的不同阶段。我让所有人都回归到生活里，然后在里面找到他们的情感，我提供最好的环境，让他们把心静下来，能够去感受对方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眼神、每个情感。对呀，就是这一定要有个反应时间，所以他们是呈现出来是他们自己的人群、自己的主语。它是一个有时代感的剧，它的整个故事背景贯穿了7年，就他们两个其实这么多年来都是彼此。不管你未来想做什么事情，你都可以把我算在里面。你听好了，背叛的人总得付出点代价。计算机系应用技术一班一号李寻，因为有一些人听到打火机与公主裙会觉得有点不明白，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它是里面的两个人物李寻和朱韵。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爱情，女主像骑士一样勇敢的追爱。他们两个其实这么多年来都是彼此信任、彼此依靠、彼此温暖。喜欢就是爱，就是愿意和他站在一起。
因为打火机与公主裙它是一个有时代感的剧，它的整个故事背景贯穿了7年。这部剧就非常扎实的分为两个部分，一个是学生时期，一个是进入社会的时期。立轩，不管你未来想做什么事情，有什么目标，你都可以把我算在里面。你就会觉得他们在最灿烂的时候突然的戛然而止了，你就会觉得有一种真实的苦难的力量在里头。校园的纯真，但同时又进入了成人社会，要有复仇，要有救赎。所以说这部戏其实它是有人物命运的，它会跟所有的青春题材完全拉开一个差距。高建宏，你听好，背叛的人总得付出点代价。我们是青红乐队。我看呐，这修竹条件挺不错的，你们俩现在什么情况？太近了。